本节目由 One Boy 赞助播出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 K 道大明星。今天我们邀请来的大明星呢，他是电视史上面最荒谬、最无厘头、最浮夸的荒谬大师，让我们一起欢迎沈玉玲。我明明就是嘉义彭于晏。这就是沈玉玲的故事。对啊，我们欢迎玉玲哥。哎，谢谢，好了，正式介绍。好，我们讲真的啦，我们是威廉布莱恩。你们今天是要宣传新歌新专辑？对，依照惯例啦，打歌的话，对，其实是要玩点游戏。玩游戏玩得好的话呢，才能够打歌。OK， 好，来，拿就拿第一题。安心雅跟你妈在路德里面，你要先救谁？应该是救我妈。打错了。哎，你怎么了？我湿了。你湿？什么？我怎么了？你看怎么这样啊？你说我怎么了？这话你说得出口？刚刚外面有人替我说泼他水，泼他水。没有人救你。我是主持人，麻烦题目由我先问，你负责答，好吗？欸、OK 吗？今天雅雅跟你女儿掉到水里面，你要救谁？雅雅。你这样的行为，其实基本上算是一种马子狗行为。再讲一次，我们的行为是什么行为？马子狗。什么狗？马子狗。宣传他们的这个新歌嘛。让他有你折磨。